可以不要语音吗？对不起，来，还是要装可怜一下、啊。是故意的。你这个是像感冒，对，那个有点感冒。一万，一万，有点像，有点像台铁那边。我是牛肝兄啊。好像哦。哎呦。有一次牛肝兄吗？这个真的很像。一万啊。我开。有一次牛肉干需要吗？二条。有一次牛肉干。耶，这个。有一次牛肉干需要吗？来吧。啊。好。这个我会。二条。一饼。嘉庆安安，当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感觉很有事哎、欸。谢谢伟志，不要说有事啦，又变成三万了，又是这种，你当什么三花刀？好强，好强，是来。牛排姐，赵唐问说：“请问四五条吃了三条打六条，下家说这样要包要赔三家，还是这样算相公呢？”通常呢，算相公的情况呢，都是哎、欸、你这样子不行，但是哎游戏还是可以继续进行。那这个先算你丑一，这个就是相公的情况。那要包的情况呢，就是犯规了或是诈胡了，这种都是要包。用四五条去吃三条之后打六条，这个算是犯规，所以呢，这个通常都是要包啦，不然就是你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会被制止嘛。回到上一栋，那你不能吃，然后呢，你去摸牌，或者是这个你要打出别张牌之类的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派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